Armor Attack 是一款还在测试中的机器人对战手机游戏，我们可以开着喜欢的机体和其他玩家展开激情的火力对决。游戏中三个不同势力的机体都各有特色，有硬派风、生物风和未来风可以选择，机体上的武装也能根据需求自由更换。每个势力底下还有好几个不同型号的机体，都有各自独特的能力。例如重装步兵可以展开大范围防护罩保护队友，昆虫外形的跳跃者能够以强大的跳跃力在战场中快速移动，不管要和队友包抄敌人或是逃跑都非常好用。还有隐形者可以用高科技隐藏自己的行踪，在隐形状态下发动攻击还能提高伤害，给敌人出其不意的一击。其他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机体，这么浪漫的游戏，喜欢机器人的你肯定不能错过。